合唱团一首《最美笑容》为感恩音乐会拉开序幕。基隆静思堂依山环绕，拥有这么好的场域，让慈济人聚会，全都要感谢温颂真大德和家人慷慨捐地，选在四月举办感恩音乐会，希望将温大德的善举宣扬出去。谢谢基隆慈济啊，师兄师姐，还有他们志工菩萨们啊，他们非常的有心，就希望说能够将我爸爸的一些事情能够尽量传出去，让大家知道。所以我就会想到说来开一个音乐会好了，一方面可以说纪念我爸爸了。所以从去年开始，就是说每一年我爸爸的生日的四月份的时候来举办这个音乐会，今年是第二次了。今年的节目更的丰富，很多的客家歌，除了是我爸爸自己做的歌，自己做的词之外，很多的师兄啊，他们都会出来唱，我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包括议长童志伟、客家委员会主委杨玉兰、委员赖瑞芳等人都出席音乐会。由于温颂真也是客家子弟，音乐会中演唱的多首曲目中也有温大德的作品，让人倍感温馨。这个花莲大地震之后，那我们今天这个感恩音乐会是同时来这个感念我们温大佬捐地给盖慈济，然后也同时赈灾的一个音乐会。我想慈济长期以来就像上人在第一时间就赶到花莲大地震的现场来救济赈灾，我们长期我们大部分的师兄师姐大家都是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那把上人的精神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角落来展现。只要社会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角落，都有慈济所有师兄师姐的身影。所以我们也特别感念这样的音乐会，我特别来参与，因为客家大佬，我也是客家的子弟。好，那我妈妈今天也特别来参加，我想这是让我们后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思。那我们也会持续以这样的态度来做政治工作的努力。我们的静思堂，原来是我们的一位客家大佬，我们的温颂真大佬，的大善人哈，他来捐助的，非常的感动，让我更了解到我们客家人的大气哦，真的是很感动。听说那个词是我们的温大善人他来谱的，他来。词是他做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真的是啊含着眼泪把它听完。刚荣获今年度基隆市乡土歌谣客家组第一名、原住民语第二名的建德国小合唱团，也特别前来献唱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孩子们虽然不是客家人，但咬字发音正确，也获得台下如雷的掌声。很开心我们今天建德合唱团可以来到这个感念音乐会，纪念我们温大德这位先生的一个感念音乐会。那这一次我们为了这个音乐会，我们准备了因为我们知道温先生是客家人，我们又特别准备了一首客家歌《有彩法》，然后也准备了因为母亲节即将来临，也有母亲节的歌，然后有还有一首是我想念您爸爸，这个都是要带给孩子有一个记得要感谢我们身边的爸爸妈妈照顾我们养育我们。虽然不是客家庄的孩子，但是
是我们很也很努力的去学习这个不是属于我们母语的语言。那我们这一次也很高兴的可以荣获基隆市的乡土歌谣客家语组的第一名。我们即将代表基隆市要去参加全国比赛，那日子也即将到临了，那我们也全力以赴，一起来追思，一起来感恩温爷爷。我们希望每一年慈济人就用这个时间来表达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心意。感恩音乐会邀请了基隆市善信大德出席，透过音乐感念温颂真大德的奉献，也让后代子孙和大众不忘这一份福分。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